锵锵三人行，报告大家一个喜人的消息啊，张将军又来了。但是张将军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张将军说荣休了，退休老头。哎，不是，不能退休老头，我军的规矩我不太懂，这待遇什么都保留是吗？是吗？我还没看我的工资单，肯定少了，但是钱还是有的，就退休金呢。哎，你是将军呢？将军他跟限制，因为我们的工资啊是有好多好多元素构成的。嗯，比方说将军我还是将军，但是职务工资啊，我没有那个职务了，那肯定那个钱就没了，肯定会减少很多钱。哎，有警卫员吗？没有，哈哈，没有警卫员啊。这您这将军没警卫员？没有警卫员。有专车吗？专车有。专车我们是按照规定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现役的，我原来在的时候是都有专车的，那退休之后呢是两个人用一辆，都有两个人用一辆。不是，张老师主要的专车是北京地铁。对，我刚刚才发现，把我乐坏。所以你知道张老师刚才怎么来我们这录影？他是从家里头走一段搭地铁，搭完地铁出来在旁边团结湖呢，又走来一段，然后我正好在楼下碰到他，他主要是还拿个包啊，所以那个包我一直以为张将军用包，没错。那你起码得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看着很亲切，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把他这个包啊给大家拿来，我要展示一下。我为什么一看很亲切呢？太懵了，我的张老师。为什么我觉得很亲切呢？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河北石家庄，那个街上你满地见那个老头，那个老工人，一般都是这样。提溜着一个塑料袋，提着塑料袋满公园乱溜公园。我没想到张召忠将军啊，而且呢我得给大家展览一下，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帽子？你给他介绍。伪装的。哎，这是坐地铁怕人认出来。对对对，管用吗？对。然后帽子还墨镜，帽子伪装还是这个，还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但是这个一般的都这个就没用，这个没用。你脸能看我你脸型发型还是你戴上这个更容易认出来。很多情况下，我这两个都戴上以后被认出来的概率还是很大。那当然，你这两个都戴上，感觉就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。这样我看看都有点什么玩意儿。哎，这个呢？哦，这是。在到你们这来之前，上午到海峡两岸录了一个节目，在央视还然后带一个领带啊，带领带，这边用个塑料袋包着，这边是那个口袋巾，口袋巾啊，这个，这是我从他们那边做完了节目，正好到你们这个新楼来，不，而且就说是化妆都自个儿化，二十多年来一直自己化妆。啊，都是自己化妆，我发型啊什么整理，所有的都是自己，包括衣服，我这衣服都是自己定做。这是给了我报酬，我不是给了报酬。老大爷，这个过年是。其实节目组很困难，我每天都自己带水。啊，水都没这个带，你们央视让我喝，央视还不管水。你看这带一纸巾，这个是老人证是吗？不是，这是军官证。这是军官证，因为要经常出入营门呢，要查。这是我那个是地铁卡。地铁票，地铁卡。是，地铁卡。文道，你现在，哎呦我天，这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把咱们这关键的玩意儿给弄下来了。啊，你现在知道什么叫普通一兵了吧？啊。不过我觉得张老师，我刚看到他这个架势，我觉得太逗了。而且他搭地铁，你说搭地铁，我真有点吓坏。你搭地铁你怎么走呢？搭地铁我通常我像从咱们这儿回去之后，我会坐地铁走，我自己会把这些都穿戴上，这个帽子啊，这个东西我会戴。但人家还是把你认出来了。这大部分会，这个会好一些。哦。再一个呢，我尽量的减少坐着，我一般的站着。站着我个儿比较高嘛，一般的就会更隐蔽一下，但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认出来。有时候比较邪乎的是，一个车厢全都认出来，全都跟我说话，那怎么办？那太尴尬了。我也是有一做节目了吧？全车厢围着看啊。有一次，一个女的她比较喧哗，好看吗？就是，首先关心的是这个，一个女的比较喧哗。但是坐地铁的女的，一般的你知道，那好看都开车去了，要不就坐车了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啊，这个很喧哗，所有的人都拥过来，都起来给我让座。哎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很不好意思啊，很不好意思。太尴尬了。对，有一次呢，我大家真是还是很尊敬啊。有一次我坐四号线，坐四号线回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小伙子，他从十号线跟着我转车转四号线，一路跟着我，到了这个终点站啊。终点站以后，他跟出一段来，他就把我叫住了。叫住以后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啊，张老师，我以为好多人跟着你，起码得有警卫员吧。”
说结果就你一个人，是这个。他说你安全，我说和人民群众在一块儿是不安全的，挺好。对，张老师今天到咱们这儿是有点迟到，就是因为没有迟到。没有迟到，没有迟到，地铁给人认出来了，没有坐过站，我坐过了三站，哦，就他们过了更早到，坐过了三站，张老师我都就准时到，坐过了三站，所以张老师，你退休之后感觉怎么样啊？退休就感觉轻松了很多嘛，我不是说，因为我几十年来都是早上6:40起床，去单位的食堂吃饭，吃了饭以后呢，就是7:30左右到办公室就开始准备上班。因为我讲课呢，一般的是要比学员早到半个小时，啊，从来不会出现任何晚到，所以我守时在我人生当中是第一位的，就我一定会比别人早到，起码10分钟20分钟，所以搭地铁，现在我就可以晚点起床了，但是晚点起来睡不着，7点多，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多年养成习惯，但是每天晚上呢是这样的，晚上很有意思，我天天都是这样，就是原来呢11:30。我倒上一杯威士忌，就差不多这一大杯子。哎，有这习惯。什么节目呢？锵锵三人行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常年这样。现在呢，你们给我调整时钟了。现在你提前半个小时。提前了半个小时。就迫使我，就迫使我提前半个小时在那想。考虑到您退休了，早点睡。啊，对对对。为什么要喝酒呢？因为我从来晚上没有应酬。你看我这肚子还可以吧？没有应酬。就。晚上我不喝酒，咱们睡一天脑子不喝酒，我就没法放松，吃不了，喝完酒就当是催眠了。哎，我跟你有异曲同工啊，我是长期老睡不好之后啊，最后闹成一个习惯，就每天晚上得喝红酒，哎，要不就睡不着。我是特，我差不多也是天天喝红酒。是吧？喝红酒，它是对身体心脏好。对对对对。对，你看这个，有人采访张召忠，就是退休后的生活这段描写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文道，你可以听听啊，就是说，63岁的张召忠退休了啊。后来者想在军事评论员这个位置上干出他这样的影响力，难。难在哪儿呢？首先，他的外形过硬。高而帅，1米81的身高，78公斤的体重，一身便装接待记者，仍是小白羊般的军姿，足以秒杀那些刚跻身副处长、副总经理就体型失控的中年男子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军事节目也需要审美愉悦，颜值啊，有颜值。其次，他的说话方式难以复制啊，关键是有趣儿。他恐怕是唯一一个在大众媒体上说话有趣的现役军人。哎，你说，真的是，这是个文青，描述了很多文学的色彩。不是，您本来呢是个这个在军队里有您的专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觉得上电视做军事评论员，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改变你命运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儿？本来这副业好像感觉成了主业。是不是，这还是副业。就是现在慢慢会成我主业，因为在部队的话呢，我的主业还是教学科研，因为我要带研究生，我在单位当领导，我是军事装备学的学科带头人，军事战略学的博士研究生导师，而且我是一个单位负责教学的主要领导，那我当然有大量的工作，这只是我业余工作，就做节目23年做电视，这只是业余工作，但是它有个非常难的地方呢，就是大家以为我节目当中说出的就是我知识的全部，其实它也就我的连5%都不到，冰山一角，跟一般百姓讲。因为我的知识的话呢，就是相当一部分是很专业的，很专业的，我在你这讲你也没收视率，也不希望我讲。另外我讲了大家也不明白，还有一部分是涉及我永远带进棺材都不能讲的，那属于保密的，所以说你能用的公共媒体那就很少。所以我尽量的呢，想让大家多知道一些，通过讲故事啊，通过比喻啊，通过一些这个各种语言呢，把它描述的复杂问题简单化。但这个特别难，复杂问题复杂化特容易，囫囵吞枣。但是你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很难。不是，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讲点，我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啊，就是说呢。我不知道，就有些关于您的这个段子哈，您到底是为了娱乐观众说的，还是当真的？比方说，这个有人说，这张召忠最有名的就是说，咱们这雾霾有好处，可以防美国的激光武器。您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说的？当时正好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它是录播，录播那一天爆出来的几千，北京就几千，就是
看红绿灯都看不太清楚。嗯、我们现在治理当然是很好的啊，就、嗯、是在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，很严重，就是看红绿灯你都看不清楚，嗯、就是正好又那一期全是谈激光，而研究激光这个事情呢，我从60年代就研究。当时钱学森有一个秘书，钱学森的秘书专门跟我说，他说钱老在你写的那些个关于激光发展的那些报告上，就做了很多的批示，而且全画了好多道道，很红的。就是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我对激光没有研究，我从60年代70年代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。当然我研究主要是从外国研究激光的这个水平，我不是搞实验室试验。那你想想我对这个原理不清楚吗？就是激光它主要是在外层空间用很好，在大气层里边只要碰到空气的这种折射，你雾霾呀、啊、或者是烧稻草啊、这个烟雾，这些个有烟雾啊，它都会影响你，它是光嘛，它就和我们红绿灯啊、手电筒的光一样嘛。手电筒有这个雾霾呀、啊、或者是有这样的雾啊烟啊，它的光就会发散。那我讲的是100%正确的，没有任何错误。那大家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说他理解那个好像是我说雾霾好，就是那个就是说的确雾霾是能挡住激光武器啊，对，你会影响激光，那就是那不是你的错啊，这不是我的错，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越南战争的时候，美国要炸一个越南河内的一个发电厂，炸了多少次都炸不回，他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飞行员那个时候投弹他是靠眼睛看激光制导武器。那激光去制导那武器，炸那个火电站，就是越南人民干什么呢？在那个发电厂周围烧稻草，制造雾霾，湿稻草，把那个稻草弄湿了，沤那个烟，结果每次来他啥也看不见，回去了。你瞧瞧，下头蛋，咱们做到了越南人民做不到的事情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天天烧稻草的事。文道，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大家笑话，是因为本能上，就一般人本能他直觉觉得美军要是有激光武器，那多牛啊，那肯定很厉害。你弄个雾霾，好像大雾他看不见，就把它变成一个他大家想象那是一个关于视觉上好像是看不看得见，射箭射不射得准，那么来理解。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大家就会觉得这么讲呢，一听就觉得很可笑。但是其实在笑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里面的原理其实是怎么样的。张老师，你也算媒体人了对吧？媒体人就得面对今天的互联网社会，对，这么多人吐槽的说什么的哈，拿你这个编段子的。你像我觉得有的人，你比如说像那个徐子东老师，他就老说这个钱理群，是吧？这个是就是这有一种人，他知识分子，他可能就是说我不能做这个，因为你有一个人拿这个粗口或者粗话骂我嘲笑我，我就想跟你较真儿。所以说我的这个神经啊，我不愿意接受这个，有的人就根本抗拒。您好像是别人说什么您都不辩解。现在我看到韩国有好多这个明星很年轻啊，看到网上有评论说他坏话自杀了，好多这样的，就是很漂亮的美女都是是，就是他就是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。我今年63岁，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多少事儿，就好像一直在批评过程当中度过，是吗？你看，你咱们从小不都是这样吗？我又是农村出来的，不是一直都是这样，所以养成了这样的，就是我基本上自己就感觉是没怎么干过正确的事儿，所以别人批评我，我都很正常了。这是一个心态，还有一个心态呢，我这一辈子自己有一些自己，你比方说，我从来不评论同行。你比方说我跟文道，我老看他节目写书，都挺好，但是我不会在任何场合想说文道的坏话，哪怕包括我隐姓埋名，包括我画个什么名在网络上去攻击，从来没有过。我就感觉大家都不容易，我做我自己的学问，我干嘛攻击别人呢？对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网络上你用匿名的方式你说，这个就本身就不好，就是没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但是呢，我特别喜欢看别人骂我的东西，这你想不到，因为这个癖好，因为我感觉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是匿名的，他在网上能给你写那么多评论来骂你，这相当不容易，他说明他关注你啊，
要不他写那么多干啥？另外他说的十句话有一句话是对的，那不是对我来讲我纠正错误吗？我感觉是好的。你说平常大家都认识，大家相敬如宾，他不那么说呢？所以我从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了不少。我记得您写过一本书叫《网络战争》啊，《网络战争》。你说组织全体网友开骂，能骂倒一国家吗？这个是叫水军了，就是外国他外国也组织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一块儿。网络上，哎，真的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一个战争手段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两国交战，他弄很多这个水军，不是说能把你骂倒啊，而是搅乱你的民心，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？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种战可以是战争手段？你抗战的时候，我们中国空军第一次派飞机轰炸日本人九州，你这没听说过？我们轰炸九州，当时宋美龄说那什么扔炸弹，扔不了几颗炸弹，一飞机里装的全是传单。哎呦，那就是宣传战，纸片轰炸。过去以后一看中国，好家伙，轰炸机都跑到九州，跑到日本本土来扔传单，你这就是舆论战。这个从古代就有这个东西，只不过现在这个舆论战变成了一种手机啊一种网络呀，一种这样的东西，它一段时间当中它造成一个舆论的热点，集中去攻击一件事情，这幕后其实是有指挥的，有水军的。我是2000年我就写了网络战争，15年前我就写了网络战争，我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事儿嘛，所以我就要看。哎，我这是骂我的人都分几类，都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这心态都一直很好。你没见过我解释啊，或者是表白呀、没有意思，费那个时间干啥？谁愿骂谁骂。这个我觉得倒是张老师，我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，因为我也是，我很爱看人家骂我的。我也是骂大的，是吧？是，我也是骂大的。一来，二来呢，就是我真的觉得，你看人家批评你啊，你就算整篇写的怎么没道理。但是起码有一两点说对了，那是很好的事儿。那当然了，那就是现在很多网民留言就纯粹骂脏话一两句，那就看了也没什么教义。但是我很喜欢看很有教义的那种批评。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你自己想那个道理啊，就是一块石头，扔在水里边，如果它经起滔天巨浪，那说明这个石头本身的质量很重。如果扔下去的看似一块石头，其实是一个泡沫，经不起任何东西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你这个就可会得出结论了。那你骂我，证明你抽出时间来写评论来骂我，那证明关注我，证明你关注我。我起码是个石头吧，石沉大海，但是还是个石头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个浮萍，不是个泡沫塑料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有这方面的，挺给面子的，挺给面子。因为有人管他叫局座嘛，您知道是怎么来的吗？您知道吗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网友闹着玩嘛，网友总是。他起外号啊，他还给我们的武器装备起外号，黑丝带，你知道黑丝带吗？不知道，听上去像什么内衣？黑丝带歼20，我们的战斗机，我们四代战斗机，我们的四代战机叫第四代隐身战斗机歼20，这现在正在试飞呢，因为它的涂装啊现在是黑色的，就是下边的网友管它叫黑丝带。黑丝带，就网友把我们的装备全起惯了，起名都是这样的，就是给我起这个局座呢，我也不是说战略忽悠局局座，我也不知道。先说的是战略忽悠局局长。前不久我看美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写了一本书，他说中国战略忽悠局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是怎么回事，报个观点，他真以为有这句，真叫战略忽悠局。我还想起我们那儿也有真把他们忽悠了。我们那儿也有一个聊军事的是马鼎盛嘛，对，马鼎盛也聊了。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军人，我说那个马鼎盛是军事专家，他说啊，他是军事专家吗？我以为是军火专家。对，我想回过头讲那个您刚才说的，就是比如说那些，我忽然节外生枝想一个问题，帮武器改名字啊，改外号这个东西，我印象中好像美军向来他很多武器都有这个外号，他那个绰号是不是他军方自己起的？美国自己的军队，你比方说尼米兹号，航空母舰，里根号航空母舰、福特航空母舰，这个都是正式命名，国防部正式命名的。对，但你比如说像大黄蜂啊，大黄蜂也全都是正式命名，这都是正式命名。但是所有苏联时期的、俄罗斯的所有的武器装备，都是美国、北约给他起的外号。都是给他起的外号。也给我们起外号。我们的武器装备，北约也给我们，全都是给我们起的。比如说，他们给咱们起什么外号？
比方说我们的核潜艇，他说近级的、下级的，啊，我们的驱逐舰，他说旅大级的、江湖级的、江卫级的，这都是他们起的啊。哎，这都是他们起的，不是我们起的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起呢？他按照西方，他按照他自己，他好识别，按照他自己的一套。哦、因为我们起的名嘛，怎么说呢？我原来学外语，我到学校了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我起一个外国人的名字。嗯。哦，对，因为外国专家他好识别，对 对, 对，因为中国名字他记不住这么多人，就是一个道理。就是他按照他的习惯给我们的起名啊，吕大姐就在旅顺那边造的这个舰，他就叫吕大姐。我还一直以为这是真实，那我们不叫吕大姐，叫什么？我们零五二嘛，零五幺、零五二嘛，053、054嘛。对，啊，但是你看，对一般老百姓来讲，也好像是吕大姐比较好认，所以为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原来国内也都这样。现在大家因为军事专家也多了嘛，在20多年前，我参与了一个项目，就是我也主要是负责做了大量工作，就是叫武器装备的名称的规范，译名怎么规范？一个外文，比方说维克拉玛蒂亚，翻译过来应该翻成是什么？如果你翻译不准的话。你比方说，这个 harpoon， 这个鱼叉翻过来叫鱼叉，但是呢，有的翻成叫迫镜叉，大家就以为这是两个武器，所以我当时搞了一个词典，跟一帮人，那就是把所有武器装备名称给它规范化。我特别反对我们现在中国的正式媒体引用西方给我们起的名，人家给你比方介绍我应该是国防大学教授，但是你不能说中国战略会议局局长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说人家给你起的外号还你自己还把它当成正事儿来解释，这就会出效果。对对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您刚才讲这个命名啊，我就想起来曾经有个电影叫那个追击赤色十月啊，你看，你比如说现在啊，比如说两国之间对对方的兵器的掌握这种情报，会不会到比如说在太平洋底啊，一个美国的潜艇，假如说他碰到了一个中国的潜艇，他是不是能马上识别这是中国的，或者甚至是什么号、什么型号？彼此能掌握到、这个你。你刚才讲的这个电影啊。这个电影就是我在1983年、1984年那个时候翻译的一本小说，哦，是你翻译的？对，我翻译的，那是我翻译之后第一次中文版的，那1983、1984年那个，汤姆克莱西写的嘛，对，当时汤姆克莱西写完了之后呢，人里根还在，里根就把他叫到白宫，说我最近这一周我就老看这个书了。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老看见说，说你在潜艇部队待了多少年？他说我没当过兵。汤姆克莱西编的。汤姆克莱西他说没当过兵，你怎么？他说我就是采访一些，你看人家那个采访，汤姆克莱西是著作等身呐、啊，这个上海译文出版社最后出版他所有的著作，我写了一个总序。哦。最后他写的所有的书大部分都是好莱坞拍成大片了，而且他自己成立一个游戏公司。是。这个作者去年去世了。是，我还说找机会应该给他做一期节目，但是没有哪个人愿意给他做节目、哦、他的那些精神应该推广到中国来。当时翻译这本书呢，我还正好刚学英语，英语学的不好，但是我刚从潜艇上，在潜艇上工作了一年多、所有的潜艇的术语啊，什么技术我都知道。我翻译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感觉身临其境，那作家他能写到那份上，把那个潜艇里头哪个螺钉螺母都写出来、哎、那就是说苏联的一个潜艇的艇长，他对苏联政府对军队不满，最后临走的时候写了一封信，说哥们儿要叛逃了，对，我就叛逃到美国，有本事你派兵来追我，自己就开着一个弹道导弹核潜艇、台风级的就跑美国，这边就开始好家伙几百艘舰艇就开始追，大西洋上美国说这干啥搞演习，你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了，美国就搞不清楚，最后中央情报局派人然后到水下把这个潜艇给接过去了，这种一惊心动魄的部分。对，我就说这个里边就是反映你实际上世界各国之间对彼此的掌握，能做到比如说在太平洋里碰到一个陌生的潜艇，很快就能识别出它是哪国，甚至是哪一艘叫什么名。他们说是有声纹，互相间能到这种程度。能，你比方说啊、这个美国为什么经常到中国南海来进行水声测量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为什么在第一岛链，像这个与西水道啊，这个宫古海峡下边布设那个水听器啊？就中国的任何一艘新服役的潜艇，
出去回来他都要经过，就跟你像做 X 光检测是一样，就是你的辐射噪声是多少啊，你多长多宽呀，航速是多少，所有人都给你建档案。中国每一艘潜艇，每一艘护卫舰，每一艘驱逐舰，每一架飞机都有专门的档案。你建了档案，你比方说他卖给台湾，卖给这个日本，好多的飞机啊，好多的电子设备，他跟美国都是信息共享的。他们发现东西都辛苦，都给你转专门的档案，在海上发现了之后，他马上就会识别出来，这叫敌我识别，先识别是敌人的还是我自己的，识别出来再说是哪个型号的。刚才我说的是旅大级的，还是旅户级的，还是近级的，还是下级的，再识别，这就对下一步他选择作战方案做一个前提。但我们掌握得了他们，我们掌握得了美国吗？我们掌握，因为我一辈子重点就是研究外军嘛，所以我讲国际上的东西比较多。研究外军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你比方说重点，我原来是研究美国，研究这个苏联，对，苏联就很难，一个是俄语我不懂，再一个呢，他那块好多保密特别强，美国它相对公开一些。会好一些，全靠将军看着，这是美国的，研究了一辈子，哦，原来那本《追击赤色时代》是你翻的，好像你是不是？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潜艇还是航空母舰？航母，我很早就是我第一个上航母的，哎呦，当时到广东来。